OK，我现在录的这一段视频呢，就是单纯的测试一下 iPhone 前摄，就是前摄像头，然后我也之后去埃及做准备啊，我家好乱，对，反正就是看一看，我现在录了这一段视频之后，上传到 YouTube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质，我不知道，因为 iPhone 的这个摄像头像素不是那么高，然后也在想说。如果用一个 gimbal 的话，架那种单反啊，或者说是微单啊，会比较好。但我觉得手机会更方便一点。我现在还要看一下网上他们是怎么做的。